撸起来尔，啊了一下子循环循环，就像是跟一个圆圈圈一样。这份爱，这份感觉，传递到每一个人身上，很奥妙，对不对？在我们修办道，赶快哦，赶快嘛，是真安尼哦。咱教囡仔读经，好，或许在儿童读经班读经，囡仔讲读三字经，读弟子规，结果要考试时阵。老师，我不要报名，可不可以？我不要读经了。然后有阿公没在，老师跟你一起去考。那边有阿公就背不起来。啊，不过吼，学校在你边啊，学校会晓无？会呢，会有。如果在座各位前年有带读经班的老师们就知道，那个叫做教学相长。我们互相成长，循环都嘛是安尼哦。那就要要做服事，吼、哦，要学佛嘛，不是求佛咯，咱要学佛，做佛的代志。人讲好康的道修无，对不？嗯。啊，无人讲歹康的好啦。好康的道修无。嗯嗯。咱的心嘛，那自在，那温柔。咱的好朋友会甲咱共款做伙无？会甘心无？会哦，吼，会哦。做啥物代志吼，都爱有伴啦，有学生安尼想的。无吼，若无人甲咱提醒，会出现足侪问题甲障碍哦。嗯。好，候选人先给看一个片子，很可爱。来，好，谢谢哦。放心回他哦。今朝你那边贵和贵贵客，我们最后一个呢是，这个有一点错误哈，或许压一下。或许应该是干掉，不要太结婚。